啦，既然乔瑟夫死，我们应该不用继续玩了吧？乔瑟夫死了，所以我们不用继续玩啦，我们就玩到这边就好了。后面只是多余的，我们剩两张而已了。对啊，是不是今天就可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播不了，真的哦，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好吧，除非十四张很快。也是啊。他真的死了吗？我跟你讲，这个游戏死他不一定真的死，你们看真死，一开始我们把他烧死都还不换人，还不是复活吗？所以这个游戏的死有可能是假死，有可能是替身而已。乔治福，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也不想玩了。乔治福，你不能死啊！我们三一三，乔治福应该是这里面最帅的主角之一了吧？其他丑的要命，没有之一，真的是没有之一。你那什么子弹？那个是哪个？手枪子弹。啊，不能拿哎，好浪费哦，射个几发？有必要吗？射个几发？有必要这样吗？感觉有点浪费，十发哎。就是补血的，那个三十几，那个就是单纯的抠血。主角就很帅吗？嗯，好吧，可能十年前很帅吧。觉得他很帅吗？十年前啊，十年前。十年前，地铁 ，Green Line 绿线，绿线台北捷运是哪一条线呢、啊？嗯？是那个小屁孩哦，阿比人，你是在那边偷吃东西是不是？你要这样犯法吗？买个饮料好好拿钱买好不？这饮料叫 brain， 叫大脑哎。突然觉得有点累了。哇，这边是不用钥匙就可以开的置物柜，真是开心。这是地铁站吗？哦，里面有血迹耶，怎么办呢？这个有点不对劲啊，这个。哦，拖到里面去了，是有异形吗？应该是在里面有一些东西死掉了吧，我觉得。很贱，超贱，很贱。我在这种地方耍贱的，有过心机。捡个零件，然后打开 ，open。哇，好大一罐哦！怎么放得进去？为什么放得进去？可能是百宝袋吧。根本就是大熊的大，应该是他抽屉吧？对啊，大熊的抽屉。哇，真希望哆啦 A 梦可以来找我。是那个急救包，开心开心，开心有急救包，超爽。哎、呦，有一只手哎、欸，模特的手，模特手是很抢戏的这个游戏里面。等一下，模特手真的是有点抢戏。有火柴，后面火柴都只有一只，一只拿都没有，一只拿很多。可能火柴在后面也怎么没什么用了吧？可是手枪子弹那是可以。对啊，这书是有人在这里放地雷，哦，吓我一跳，会不会又是？我刚刚也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是哔哔哔哔哔哔哔，吓我一跳。哦，自动记录咯，有事要发生。记录就记录啊，怕你啊。哎、你要往哪边走？哎，是厕所哎，我最喜欢厕所了。而且有那个，啊，女生厕所被挡住了，这游戏还蛮真实的。里面有一只怪在射，一直射爆炸鱼。蹲下手不能射击哦。太多了吧，我只要记个路而已。啊，出来出来出来！刚尿完是不是？裤子湿湿的哦，先生，刚尿完哈。记得要冲水哈！边倒下啊！哦，我差点被打翻。神闪躲有没有看到？神闪躲有没有看到？再来一把火柴，一下防下会。必须要真的简单，不能跟对手一样直接爆炸。OK。哎，里面音乐。
啊，还是爆了。为什么蹲着还是会爆？不行，他走过去就是会爆啊，那个东西。烂。这地雷这个不能拆啊，这东西就是不能拆啊，你知道吗？他说用些东西诱导啊，还手枪射看看，连环爆有没有？有没有很聪明？好想讲。有没有很聪明？虽然浪费很多子弹。有没有脚在下面？有没有脚在下面？没有，没有四脚兽，没有四脚兽。我很怕有脚在下面就GG了。打不开的门。欸，记录停在哪里？记录点在哪里？哦，你好聪明哦，会捡子弹，没错，我们刚子弹有十发没有捡。哦，对，好，哎，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才可以跑步。Clone 真聪明，给你一个赞，阿周给你一个赞。连主角都阻止他。下雨了。下雨天了。刚刚有下雨吗？所以这个游戏场景是会一直变化的吗？可是女设计不去啊。对啊，女设计不去。对啊，我们是男的耶，怎么可以进女厕呢？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就是要试试看啊。应该是在女厕。是。不，左边，啊，这边怎么了？哦，在这里而已吗？这么近，这里也看得到。我早上看到门上有血印，这是用遗书吗？应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那个文件全部看完的话，应该可以了解整个故事的全貌。对啊，超远是怎样？你不觉得该用你的绿色粘液了吗？我们是差多少那个？妈的，泼在脸上！你要点什么？啊，我们点那个，要点，好像点啊！你说要升雷电啊？要升吗？雷电？继续升哦！那继续升。雷电范围2公尺变6秒，我六秒很久。六秒真的很久哎！六秒我们都可以拆掉一个机关的。哎，两把钥匙来选一个，选两个数字。两把钥匙选。我们选第一个跟第二个的数字。来，各位朋友，一件在手，希望无穷。我们即将开出本月的幸运号码。就觉得尝试讲比较快。有八，第一排的就倒数第二个。八跟什么？11是不是？八跟11。八跟十一，八跟十一，经验值，哦，5000哎，然后八九十十一这个，对，现在这个，是闪光，闪光鱼叉，闪光好像没什么用哎，闪光鱼叉，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用闪光鱼叉都没有，闪光好像没什么用哎，我们到目前，闪光好像没什么用哎，再讲吧。到目前真的闪光鱼叉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好像是那个眼睛那个出来那个敌人可以把它闪瞎。对啊，就是我打那个网的时候用过的。对啊，好啦，没关系啊，至少拿经验值，一半一半啦，OK 啦。OK。什么？不嫁？不嫁？你装记录吗？好像装有记录。今天上有人倒在地上。是吗？又是手枪子弹，我手枪子弹那么多，你要射看他吗？
然就让你射他了。还活着，还活着，死了，你也可以点赞啊。完全就是为了让你。对啊，完全就是放在那边给我们射的啊。僵尸好可怜，就是一个白老鼠这样。太明显的提示了。什么？是假。什么？太烂了吧？还没死吧？死吗？还是想到那只？花痴。还没死。妈的，装成阿克里很好玩吗？哎，死了。Fuck！我们刚刚只当解完吗？哎，还没，哎，我觉得还有升级的。やっぱり。やっぱり。What the？ 这种恐怖游戏都不能跳，我还蛮想知道恐怖游戏。可以跳，就是特殊状态才可以跳。哦。超级丢。到处都有鱼叉，这游戏也蛮奇怪的。然后这个要怎么开？这打得开吗？有个人趴在上面这样子，一堆血印。你怎么敢进去啊？哦，还有多电影哦，《挪威的森林》。挪威森林，然后这 bug， 刚刚有一个电影叫《The Pig》，是猪电影。坏 fuck 啦！对，《The Pig》。The Pig。20245月5号上映哦，你知道怎么了吗？已经过了。已经过了。这种记录了，通常看电影了吗？看电影喽！看电影喽！来，来宾，八点八十分，8:10，邪灵入侵开放入场喽，请进入到 B 号出口检票。3D 眼镜拿了，请先看一下有没有 OK， 如果不 OK 的话要赔200块。好，前面是阿萨斯影了，发现吗？对啊，等下阿萨斯影。不理你。搞 不理你了，就是不理你了。讨厌人家。这是什么？这是狙枪子弹，你要知道吗？狙枪。哎、欸，不过我们现在还没装子弹，刚好可以先装。对啊。嗯。红的。红的。Hello。他也是假的。疑卷在。鸡鸡爆掉了，我的鸡鸡没了，怎么办？哎，这是我要去干嘛的？他是不是来了？他是不是来了？我还躲哎、欸，还会躲啊你？神山躲。他不是好棒棒，他不是好棒棒啊！我的屁股好痛，痔疮发作啦！棒中丢，棒中丢，棒中丢，棒中丢！瞬间残血！我来操几丢的你！我怕妈电击你，我今天电死你！哎、他死了吗？还没啊，这样怎么会死？他直接走开啊！走开啊！瞬间打！我怎么死了？哦，那个电会电到你。结果我被我自己杀死了。自己电死了。我被我自己杀死了。这游戏终于会炸到自己，怎么这样？要自己杀死，头痛头痛。他从哪里窜出来？刚刚那一只，那是拿机关枪的。他刚刚一闯就从旁边走过来了。对啊，只是就突然。啊，他在哪里？有没有看到？他在哪里？看到，看到，我也看到。就有两只，对面那只有一只。真的吗？对，那我要不要是不是来一个爆炸弩箭呢？觉得如何？我就说好吧，就射吧，就让它炸吧。他们会不会一起进来？感觉是不会。哎、欸，好像会，好像会靠近。那有水，然后又有吊着尸体，是不是等下？他会对子弹有反应吗？有反应，有反应。我超聪明，我超聪明的，不好意思。他妈是不是看到我了？我好像是看到我了。看到你。爆炸！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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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阿
会那个范围手手贞子哥，贞子哥。啊，你不是痔疮吗？啊，他来了。我被关门，我被关门之后。你要放火，放火船呀。对，我都忘记火柴这东西。你忘记火柴这种东西，但你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你的腰间，我刚忘记他还没死。腰间中了一箭。怎么可能啊？想太多。就是暴击。你就直接举报他们吧。举报他们吗？对啊。可是举一个，不他们就一起过来吗？我在这种智障的地方死了好两次，跟大家对不起。而且这声音这么大，怎么没听到？那怎么可能听到？这声音这么大，怎么没听到？你们是白痴吗？哇，爆！怎么厉害？他们还没发现。哇，怎么厉害？厉害！好，把那只阿萨斯也爆了。你离啊！哦，你离啊！哦，还没死，我爆了。OK， 死了吗？狙狙，眼睛还在。哦，死了。耶、yeah ！他放个狙枪子弹在那边，就是让我们狙他。刚怎么没想到呢？要是其他模式，他可能就不会放了。你跟我起来！反正这里就是个战斗场景，有点多啊，有点多啊，战斗场景，有点多啊。来，你们一起来哦，你们一起来，乖乖排队哦，排队哦，来排队哦，来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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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斧头两个。啊！这里面不能点，还可以。看华烈转身，华烈爆头，华烈三连击，华烈四连击，华烈的五连击，华烈的水底采技，车上你的大金剑子没拿啊？真假的？啊，我没有拿哎、欸！啊，你好厉害哦！给你拍拍手，叫什么啊 ？Vital。What？ 水观众。对，你好，水观众。捡吉言子喽。这是什么东西？捡暴气是不是？是吧？反正就是一个战斗场景，还是要把它打一打。我刚是提到。这个，也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战斗场景，这边要 PVP 了。又来了吗？又来了吗？不射还好，一射就。哦，他起来了，哎，你小僵尸也要吓我！来，我快点跟你玩，快点跟你玩！我不能动了，我不能动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耶、哦！啊！死前的挣扎，垂死挣扎、啊、你！吓人！你垂死挣扎啊！不是你啊，不好意思，踢到你，不好意思，踢到你，不是你啊，不是你啊，你没事，你最乖的哈。这是什么东西？手枪子弹。你刚刚快没了。可以转，可以解除啊。可走过去不就？对啊，走过去刚不就走了？啊，刚那个线连在那边了、啊，难怪它掉下来我就会。哦，なるほどね。这感觉也会。等一下，对面有一只，你干嘛？你在那边干嘛啊？你在那边，你知道你队友被我杀死了吗？你还在站在那边啊？哇！谢谢大家。没有藏女神下，再这边吗？啊！没有藏女神，反而藏一个陷阱。对啊，没有藏女神，反而藏一个陷阱，那是怎样？
最后女神上来了，我也觉得。这火车呢，怎么会给女神在这里？可能车底下啊，或是啊，有吗？哎、欸，我差点踩到。这个抖音应该不是小熊娃娃吧？小熊娃娃。Hello。哎呦，肥仔来了，肥仔来了。哎呦，叫西凉哦。哇，好，赏他一发火焰。你肚子里面是阿妈吗？送你去帮他会。哎，你被砍到了。哎、欸，我发现他是不是会，像后面敌人是不是都会在倒地的时候来砍人啊？衣服都会吧。之前哦，他只有神，崩了一下，变成那个达摩祖师。前面有坐下，站了一下就要，哎，好不好？哦，好。三秒就一二三，好，满了。好像前面都不受夹。真的都不受夹。小熊吗？抖音对啊，小熊是不是用抖音？刚刚四发子弹你有捡到吗？啊，哪里？嗯，那里面那个是你，这个哦，有子弹哦，完全没看到哎、欸。而且没有有，而且是爆炸鱼叉、欸，是要把它射到，一定要射爆的意思。你要直接射那个爆炸。它离我非常近哎、欸。对啊。来啊，单挑，单挑。你要再把那鱼叉射爆。那里有鱼叉。哇，那墙上有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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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有错觉吗？但对方感觉好像有点这样。手枪子弹吗？どこですか？どこですか？地下停车，哎，我看到了。哦，这里有子弹，知道怎么解了？要进去。提醒一下，旁边那个车上里面有钥匙哦。Gotta be a way to get up. Wow! Oh my God! 是我刚看到。Oh my God! 末日列车。我们要怎么解那个钥匙？应该可以看。哎呦！等一下，等，你等一下啦！你这样鬼抓人吗？我都喊红绿，我都喊绿红灯了，你还来打我？你这样鬼抓人吗？吓死我了，你。有吗？是我要先捡那个东西才行。还是可以点燃吗？不是可以点燃，可是应该走过去啊！可以掉伞的，烧掉。那如果这时候没有火柴怎么办？那、啊、如果没有火柴怎么办？哎、欸，他刚前面点给你捡一个火柴是吗？是吗？对，他刚前面掉一个火柴。怎么会是个地下实验室啊？哦，好像要走。啊 ！Shit！ 完蛋了 ！Shit！哦，自动进入，而且因为都是双。是。我要上厕所，放。你不是会爬吗？你就爬出来啊！正面看我、啊。哎呦、哦，对不起，不该叫你正面看我的。然后你拿到左的。根本不
构成威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不构成威胁。这左轮吗？啊，我拿左轮了，我刚就说拿手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没有左轮子弹了？对啊，左轮子弹很少，因为左轮手枪应该是攻击最大的。对，我们是不是应该升个左轮子弹之类的？不管什么游戏，左轮手枪都是。哎，这里有可以爬出来耶！可以爬出来，糟糕！你僵尸不要从那爬出来，很可怕。What's this? What's that? 什么东西 ？What's that?Oh, it's so suck. 啊，他只是卡卡。看屁呀、啊！你以为他想爬上来的时候卡住，因为太胖了。我弄什么？电流狙击棒哎！我的灾！来过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来，让你测下我们这个陷阱。哎、欸，他有枪，是不是？哎、欸，没有用、哦。来啊，来啊！哎、欸，我的家啦！你不要射他头。青菜的家哦。你来哟！哎呦哎呦，来哟来哟！哦哦哦哦哦！死了吗？谢谢来自台北陈先生为我们测试陷阱。快点，蹲下就好了吧？还是会有东西跑出来？音乐突然停了，有发现吗？对。哎，没有，又有了。可是这不能拆吗？还是不能拆？可以拆吗？不能拆。还被电到？拉这个钉啊！就干掉了 ，easy easy okay easy， 这次可以再打开就可以了。我觉得好险啊！不知道，我只觉得那个洞可能就爬出一堆僵尸来。我怎么捡到什么东西？我靠！那如果我把这个弄掉的话，不就有老鼠在那里？老鼠死了。你咋死了？这个是啊。被黏住了，没有看到，里面有地上拿东西，有记录点，有记录点。记录点，先老鼠的精子多少？这里有个记录点，老鼠500点。记录点，这里有个记录点，就是黑魔精子。我最爱记录，各种不看。哈，不知道该开心该难过。来抽号码喽！来喽，抽号码喽！十八，真快！十八，你在干嘛？他在干嘛？哼，这个最后 boss， 对，超 boss， 瞬间十八，那就十八号喽。来是谁 ？Y00188， 你就是1818哈，1818选十八。就二十八岁是第二排最后一个，这个、啊、对，经验值，哇，7000哎、欸，不错，1818真有你的啊、哦，真有你的，那我们可以去升级什么东西？左轮的，还是雷电？我觉得雷电好像其实也没什么用吧，过来一点，真的吗？那就。要不加点跑步速度好，跑好慢。跑速哦，好像是哎，但是我跑赢那个僵尸，可是我们都最后一张了。也是啊。OK， 跑速。那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谁一直都在低血量状态，好像也没有什么。那。那是。散弹。这些要不要加一下？散弹枪好像蛮重要，散弹枪要不要加一下？哦，16000，好贵。中田是要不要加一块一点？仅快一秒哎、欸，为什么不加一下呢？我的散弹装超快的，装超快的，我的散弹装的快的，你们完蛋了。我的散弹还没记录，我的散弹装了多少？对，我记得吗？我记得好多个，就是这个光。我刚才
想吹我的手。我的手你在干什么？我的手汗一直在那边流来流去，它有点不舒服。我想说吹一下手。啊！我你干嘛啦？你干嘛？你干嘛？哎呦，没狙到。没狙到。哎，来试试我们散弹枪。干嘛啦？你干嘛想跑出来啦？哇，很可怕呢。你应该有东西吧？这个刚有电讯吗？要烧掉吧，就把它不能烧掉。它没有显示。有 C 呢，我刚就有。那是僵尸。我这是老鼠。老鼠要烧掉，不要它很可怜呢。烧老鼠。这个世界上最无辜就是老鼠了。而且这世界上还只有良知的就是老鼠，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变僵尸啊。哦，是这样子。干嘛吓我？气死我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我想知道。没有用。有什么烂？哦，好，刚爬出来可以。爬出来。四发去一下。嗯哼。又有水。好恶心的水哦！是水。有水表示有警官，你知道吗？有警官，有警官，哎，不是。老鼠出来了，老鼠出来了！他看到我了，我刚刚超大只的，有一只触手，然后把装饰给吃掉了。那人类，刚有一只触手伸出来，我知道人类，没有啊，就被那只僵尸被吃掉了。哦，是哦，有一只触手拉出来，完全没看到哎、欸，再看一次好了。我有左轮哦，你不要进来哦，我有左轮哦，只剩一发左轮，我的左轮很可怕哦，我的左轮有可能把你一发射死哦。我的左轮有可能把你一发射死哦。试看一个东西吧，我觉得好不太。什么东西？老鼠弹药是很强悍的，我觉得好像有点不保险。没有东西，就是因为刚刚有一只超大触手伸出来把东西给吃掉，我想是什么东西？自动记录，等下可能要你要打的王可能是一只大。哎呀 ！What the fuck？ 不知不知。哦哦哦！墙上有。你不能跑啊！这东西，你打应该跟大章鱼打吧？大章。哎、欸，我刚刚要解那个，这里吗？解得掉吗？是不是解不掉？可以吧？可以。惊吓力好大。拿不到，拿不到，好想拿，好想拿，拿不到，拿不到的女神像，看得见却拿不到，这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哎呀，这里有一个，没错，啊，哦，瞬间出现一个，哇，爆头，气死我了！刚出现有一个电玩的鼓音，对，冰冰冰冰冰。刚刚有一次你要去解完后面那个，应该称赞我很厉害的意思吧？没有，我先去拿那女神。哦，好，烧掉，烧毁，太慢了吧？真的烧的怎么可以烧快一点吗？烧哔哔哔哔，哦，有钥匙了，有钥匙了，有钥匙了。Omen Goat 什么意思啊 ？Oh my god！ 我不知道是哪一国，是德国是不是？哦、oh, ，有雪花，冰冻剑。雪花随风飘，雪花随风飘，花鹿在奔跑。我们的主角怎样的？啊！哦哦哦！嘴里有我不该唱歌的，不好意思，我不该唱歌的。你下得来吗？你下来你就死掉了。啊、哦，要记住，僵尸就是要挂在上面。哎、欸，我刚烧掉，浪费一支火弹，而且水箭可以烧起来，水火共燃的。可是应该会有经验值吧？有吗？没有，还是哭哭，怎么是红色的啦？哎、啊，对了，你刚刚踩到的时候。很恐怖哦，很恐怖哦。Fire in the hole.
就感觉门关起来，我觉得。好，大家都有天使爬出来。哎、欸，叫什么光姐？分线和保险丝可以干嘛？他刚说可以。等一下，应该可以电源之类的，我觉得。它就是让那个电流极极棒产生作用。啊，门关起来吗？什么东西？水清空了，嗯，水池，哈，呵的，100分，没有动静。What's this? My God！ 我觉得如果我在这种地方，我一定会疯掉，直接疯掉，你知道吗？直接疯掉。感觉应该很臭，太恐怖了！这个地方，就是脚应该会烂掉吧。有东西在看我啦！又是那个，这什么？哦，是补血的，太好了！啊，My God， 这补血！一打。他在哪里看？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你看我脸吗？这次直接看到。是火柴。就这样，应该会什么场景是？应该是什么八爪章鱼之类的吧？我觉得。啊，大家就会有他决定。八爪章鱼之类的东西。你要射他脚的。然后我们就。出手 play 啊！哎、欸，不在这里吗？进去啊，扫地。可以不要进去吗？不行。这是肛门吗？扩约机，是扩约机、哦。我的好朋友扩约机，是扩约机。有人在那里啊？我就是下一场，直接狙击一枪一发击发就爆了。我也这么觉得。哇，爆炸！这边还有什么？我去，哎、欸，等一下这僵尸该不会等一下引诱王之类的吧？我们这样把他打掉会不会？确实是有可能、啊，这个假设是。我们这样把他打掉、啊，就这样把他打掉，这样。这个他没有需要、啊，行不行？这个变。不知道，反正像至少是可以确定是像没用。你不要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跟你说，那一只怎么还没过来？我他妈吓一跳！瞬间移动。哇！哎，你在走人，直接完了。走人，最后一发。我他妈吓一跳！被你吓一跳！被你吓一跳！你看哪里？不见。好、啊，等一下要从你背后爬出来。哎、欸。没有错。那我怎么办？过去。不行吧？我觉得这会变道。你、欸、想怎么办？要找地方关吧，应该要找个地方爬，是不是你刚拿到那个道具？是这样吗？不然你刚拿那卡片，我不知道干嘛。干嘛？没有，我们早就插你卡片了。怎么地方有卡片？生命真的很高，还不错。请问这是不是这代表之后他就是小怪了？不会吧？这边可以插入你的那个东西，然后右边左边就有。有我看到，这里啊，这里，我先把东西拿完。是什么？来来来，
三张、啊，不能拿，算了，放着周边用。啊哦哦哦！鸭蛋哦，鸭蛋，鸭蛋！哎哎哦！你刚不是死了吗？你刚不是死了？救得不去，进得不来。你真的很烦哎、欸！拿子弹哦！对，可以拿子弹。他就是让来吃那个我们拿子弹的。那你要留一两个火烧，不然等下要烧墙壁烧不掉。OK。哎呦！我又来。果然身体上的卡。对，身体就是有用。对啊，应该还有，觉得。应该是还有。我说应该还有僵尸。不在右边右边。哥就知道。是我们刚刚那个雷，应该趴着应该也可以过去吧？我们应该趴着这样就过去了、啊。匍匐前进是没当过兵是不是啊？哈，是不是没当过兵？好了，我也没当过兵。哪里开了？我们刚是不是有女人下面有？我等一下有。Oh shit！ Shit！ 突然觉得我们越来越厉害。你们真的很烦的、欸，你们知道？哦、好好好，我不用火柴了，不好意思大家，我不用火柴了，不用太凶了，跟大家说抱歉。哪里？不知道，不要问我。这个吗？来了，火柴上。有。这个要看爆出哎。这种东西真的是不可能。What？ 这是酸性物质吗？你看你看一下。啊！然后触手怪就一定会有情节，就是被触手弹出，然后射某个点。差点要进入 H 慢情节了。还没十二点呢，先生。Have I wandered into some kind of mist？ 等一下，是要火柴。我们生意发喽。这边放火柴。My God， 给我一点火柴啊！给我一个火柴。接下来有个爆炸鱼叉。哦。爆炸鱼叉。最后一根火柴了，糟糕。我他妈就一根火柴打爆你们这些小僵尸。最后的火柴，我、哦、以为火柴了，刚说完就拿来、哦。你看有火柴吗？根本不用怕啊！真的，简单休闲模式根本不用怕。就怕你们从后面来。超多手枪子弹，超多手枪子弹，还有18手枪子弹。有些感觉就要射东西。就是这样，你的手枪射到我的三枪子弹。有记录点。就是超多三枪子弹，还有武器，要打完。要打完了，要打完了，来喽！我他妈准备好了。隔壁的老王要来喽！记录点在哪里？看我的记录点吗？在这里。注意听。在这里，在这里。我都给他。算了，不给。I knew it. What the hell?有吧？他会讲吧？没讲，什么都没讲。妈的，之前一直讲他，他有点期待，这样没有讲。我们想他讲的时候，他就不讲。十七，马上有人讲了17号。17号是哪里呢？各位同学，是叫这个吗？十七已经开过了，不好意思哦。17号已经开过了，那就15号喽。16、15、15号也开过喽。40，你们到底没跟人看我们实况啊？40是哪里？9327。对面，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40是这个。是补血的，好像满了哎、欸。拿不起来。
不要拿，不要拿，不要拿，不要拿。改天有机会再拿。记录。话说我们现在第十四张嘛，那张下一张第十五张到底谁是最后大魔王？要不要猜一下？是谁啊？谁是最后大魔王？感觉基曼已经不可能，因为基曼都在，就是大家会里面当角色，根据他那个剧情的话，我猜基曼会里面当。我总觉得说是自己的，就是大魔王。我们最后可能要参，可能要操纵那个悄悄来打主角。好可怕哦！这个要干嘛？这个要干嘛？里面有三个这个可以可以穿。This is dead。那插的刚刚三个打的。啊！我乱插的。哦。变成红色嘞。Damn it! What am I, an electrician? 你也知道，我们要开这个电梯，然后应该拿很多东西这样。一直人插一个吗？对，一直人插一个。这不是门啊。我没啦，我没啦，我真的没了，可以吧？欸、没了，这我真的没了。你看他移动那个，你看这个是，我就真的没啦。一个两个，啊，就真的没了。啊，这个不能插进去吗？我不像不能动。啊，你看，有了，哦，有了，哦，你好厉害。然后呢？还有一个啊，我们刚不是拿了三个才对吗？我们刚拿三个吗？两个而已，我们拿两个而已，还有一个。是不是少一个？要去找一下。还可以动吗？没有没有，已经没有了。他有的话。哦哦哦，去找一下吧，还差一个是不是？还差一个，啊，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这么简单。等一下，这边怪怪的，这边怪怪的。没关系，我插下去之后就。耶，成功，使用。啊？哦，等等等等，哎，好像不对不对。就是三个给你接水管了，看你要怎么把它弄好。是每个都要对到，对不对？每个都要对到接水管。每个都要对到。哦，刚不每个都对到了。嗯、我刚每个都对到了。有吗？有啊。哎、欸，没有哎、欸。没有啊。等一下，先R一下。可以转吗？可以转啊，试一下怎么转。Supply 吧，还是？那、啊、Supply 是供电嘛，对不对？供电了，然后呢？三个各不同的，所以三个都要亮是不是？还是我数学很差，我数学很差。什么是 lift 啊 ？Lift, I don't know。哦，这个接这个，转啊、然后这个接这个，这个接这个。哦，是分开的，是不是？对啊，这样对了。哔哔啦，然后呢？哔哔了，然后呢？解除成就，莫名其妙解除成就，打开，哦，这什么东西？是隐形的触手怪。刚为什么不直接把我吃掉就好了？对对对，马上电他！我真没电到。电到了！马上丢一个手雷，马上再丢一个火之类的。一般一发就好。啊？一般一发。哦，聪明，对。这次又不见了。跳起来了。有人用重拳。他妈再丢一个手雷。他妈再用一个鱼叉。超豪华、欸。哎呦喂呦，哎呀，惊死人哦！哎呦，扣鱼哦，啊，你是扣鱼哦哈？途径啊，你是扣鱼哦？扣鱼没爬那么快，惊死人哦！做个兵线好了。你是扣鱼吗？扣鱼先生。啊，飞起来了！哎呀，它飞起来呢！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哦。打地鼠喽，打地鼠喽，各位同学打地鼠喽。再再看我们的、那个我得猜你躲在那边是怎样啊？你躲在那边是怎样？啊、北京，哎呀，为什么啊？洗澡。触手炸弹！哎呀，可是没事，他这样有点可爱，不觉得吗？各位，他就这样露出一个小眼睛来看，不觉得有点可爱吗？就好像是要就是要我们去找他这样。我是小龟头，在哪里啊？雕像应该很大啊！不行啊！我看到了，那不是啊啊！你在哪里？不要躲起来！是男子汉就要出来面对，好不？他隐形，他隐形的，他隐形。我的操！哇、哦，原来你已经你是隐形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哟！叮！这还挺丑的。没关系，他也快挂，他也快挂。死了，妈！妈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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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漂亮的甩尾，给你100分。还没死，他像 K 笑，他像 K 笑，他像 K 笑。收雷。超豪华，两发手榴弹。你鞋带多厚啊，先生？你鞋带多厚啊？出来面对，是不是男子汉？有没有当过兵？还是他像隐形？啊！啊！你在这里，你在这，你在这，你这，一直射不到，一直射不到。一张那小扣应该可以踩掉吧？可是他们不见了啊！出来啊！出来啊！好痛啊！又隐形了，你有看不到你吗？嗯、欸？有的有的有吗？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他躲掉我的超厉害的冰箭攻击了。是不是在那里？是不是在那里？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出来面对。哎，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哥哥大大，哥哥大大，真伟大。先让我补血一下。哦，他竟然隔墙攻击我，真厉害！来秒30公分，我可以闪光闪炸他吗？你看不到了，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我看到你哦！啊啊啊！对不起，你看到我了。他不用看，他直接随便挥挥都可以挥到你。死了没？死了没哈？去死啦！是不是很厉害哈？是是是，你打我啊！我现在连近战都可以打死你。还有10000呢、欸，好多、喔。干嘛？看什么？就来看什么？看这个血喷回去啊！那就跟着血走吧。嗯？哎、欸，啊，我还没拉完。哦，对。都往简单模式写这么厚了呢，生存模式到底怎么玩呢、啊？我怕怕，我挠挠我的旁边，我怕怕，我挠挠。快结束了吧？快结束了吧？你还有15分钟。最后15分钟，我们15分钟内马上破完它。破完14张啊！又是一个红绿灯。对啊，你们看看，这是简单模式哎、欸，这么难是简单模式吗？简单模式都这样，真太扯了。生存模式要怎么样？对啊，这只是简单模式哎、欸，简单模式应该是无敌吗？命是满之类的。这是哪里？还有我们终于到这边了。右边还在有。你卡住了吗？
在干嘛？你在演戏吗？不要演那逼真好不好？哦。You bitch! You will. 你将会。啊，心内不会那样，将会。嗯？哦，我的手机要充电了。You will. 对，然后还是 suffer， 你会受。Suffer， 你将会 suffer， 你知道吗？你将会 suffer， 你的灵魂会受难。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哎，怎么掉？现在这是哪里啊？感觉时间好像结束了。没东西。又是这个实验室啊！ You published my research in your name again. Did you think I wouldn't find out? And I have done you a favor. You have no credentials. You'd never appear in a reputable journal. 不是我，不要为我吵架！你们两个不要为我吵架！好了，都够了，都走开！别为我吵架。But they will know. I have surpassed you in every way you can imagine. No matter, I have what I need. All that's left is the procedure. Indeed, that is why we are here. 我最爱子弹了。We? 喏。You wouldn't dare. You couldn't complete it without me. 我抱你。Precisely. 好丑。有点怪异黑杰克的感觉。哎、欸，这么多人？怎么两个人？三个人？又是一个老干。Trying to make me feel sorry for you. 哦，又是那个拔脑拔枪子游戏。又来了拔枪子游戏喽！各位同学，哦、拔枪子游戏来喽！脚胶，拔掉，拔掉喽！我将超一把肠子哦，完全可以当外科医生的我。脚胶，拔肠子喽！来，不会痛，不会痛，很轻的。那还有吗？好啦，时间到了，那我们明天见喽！明天就把这关破完喽，开心！明天都留到明天。我们现在累积了三个，然后明天在玩的途中呢，会增加一些机会给大家，就是多一些笔记本的机会。OK？ 哦，打魔王，懂哦？打魔王十几次加几本这样子吗？之类的，这样子。好啦，明天见啦！明天我们一样是7点。7点玩最后一张，明天哦，明天大家一定要来，因为明天有有氧正大，只有明天 ，Only tomorrow， 阿西达达给，好了，大家拜拜，故事拜拜，拜拜。